然后 C 位其实在等。我的头发有蓬松感 ，Yeah。有有有。有种可以最近可以去拍 Lion King 的感觉。Lion King 的。我跟你讲那个三秒金啊，那个 Lion King。嗯，也可以啊，卷一下也然后我们的发型师 Kiki。早。他特地为我们下来耶，这么早，感谢。你要不要讲你今天在拍什么镜头吗？还是什么什么样一个故事？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咖啡厅啦，叫 Welcome Coffee。在今天他是我的爱情医生啊，跟我介绍我是一个Doctor Stella Doctor， 然后我是病人，我失恋了101次，然后难过，所以我们就来安慰我，然后张成乐就要来，我要帮他找回他自己人生的定义，让他可以 stand on her feet again， 让他可以再站起来。站起来现在干嘛？要开黄腔吗？没有，我只想歪。那现在就是我们的演员，他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朋友，对，超敬业，很 professional， 都 one take， 然后他们是要陪我度过我的难过这样子，对 ，Yeah， 对，我现在是难过的 period，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去拍别的景，然后下一个景应该是就他们的一开始，就是我们刚收到讯息说因为你失恋这样子，他们就出动要来安慰我的那一幕这样子，是我 video call 他们，我换上我的 doctor 了，然后打电话给他们，大家集合啊，因为你失恋了，他们说你要掉人，这是我的 persona， 然后 yes yes， 你们掉的是什么？然后他们就会从他们各个地方，在中国啊，在那个花，什么的，对吧？讲啦，好，我出来。天蝎会显得他来对很高，很高，莫名其妙。因为我今天有一个 persona， 对，我要 into the character， 我要一直 into the character， 这就是一个专业的演员。好，今天有点闷闷的，因为我也是 into character。3, 2, 1 action。我觉得他应该往心里去。是吧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